大家好，我是 Gen Z Forte Team G 的陈佳莹。大多数人问我为什么不先好好读书，除了家庭的一些不可抗因素外， Gen Z Forte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存在。大家都知道14岁的我因绝境逃到了这里，虽然我现在不会去想以前的不美好了，但我很感恩在会场时拉住我的经纪人，还有就算我跳舞跳得很烂也没有放弃我的老师，总是会被我依靠的朋友和 staff 们，我就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。 GNZ 这里有我的童年脚印，他告诉了我很多人情世故，却治愈了我，虽然我总是吐槽他。当我得知如果不踏上这辆通往未知终点的火车，那我永远都回不来了的时候，我很难过，甚至是不安。这里就是我另一个家，这里有你们，我最舍不得的人。超话音乐会现在都没什么人了，就像是从零开始一样，我好像回到了刚出道时的样子。也许很难，但我不愿意就这么放弃。我没有别人聪明，甚至笨到连你们都看不下去了，但就让我用自己这种笨拙的方式回馈于你们这些年给我的鼓励吧，看看我们可以走多远。世界有48种可能，我是和你们一起就会有可能。